北约峰会发表领导人宣言称，中国进行恶意网络活动，发布对抗性言论及虚假信息，危害北约安全。中国正颠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包括网络空间秩序。宣言并称，单次或累积性恶意网络活动可视为武装攻击，进而触发北约集体防御条款。北约要提升网络防务在整体威慑和防务态势的重要作用。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我们注意到，北约的网络安全政策正被个别成员国所绑架，充斥着双重标准和自相矛盾。北约宣称恶意网络活动可构成武装攻击，进而触发北约集体防御条款，同时却对个别成员国公开宣称采取进攻性网络军事政策，视而不见。北约宣称推进和平的网络空间，同时却对个别成员国发动的网络攻击可能将核大国拖入地缘冲突的危险选择性忽视。北约宣称维护网络空间秩序，同时却对个别成员国抛弃联合国共识，公然将他国关键基础设施纳入网络攻击目标，集体晋升。我们希望北约中小成员国在网络安全上能多一点战略自主意识，同时呼吁北约，特别是北约大国，切实遵守联合国网络空间负责任国家行为框架，以负责任的方式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维护网络空间和平与稳定。